穿平底鞋穿六分五六分的裙子还可以身长那么长，比例这么好。来，我是穿平底鞋，这没有骗人，就是完完全全的平底鞋。好，为什么穿平底鞋又穿长裙可以让身材这么好？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设计这么久的原因哦。它是有厚度的，然后再来是有微弹的，再来是非常非常的显瘦，它算是有点高腰裙。很多人问妞妞会不会曝光啊，完全没有，会就是走光的问题哦。因为呢，我在做这个，你看我的大腿出来的时候，这边完全是挡住的，所以呢，不要担心这裙子这么辣，妞妞我要抱小朋友会不会怎么样，完全不会。而且呢，这一次这么美的裙子帮大家做到菜了，我觉得它最厉害的就是我讲的，一般呢、啊、穿五六分裙子是不可能腿这么长的，但是你看妞妞一样，这个是假的哦，它只是一个造型而已，它穿脱的时候你要把这边拉链打开才有办法穿上来，是非常漂亮的。而且它有个好处是它不会露那个内裤痕，因为这一款啊，大家收到就会知道它是厚的，它是厚面料的，所以大家收到的时候它不会有内裤痕，不需要再额外换什么就是无痕内裤哦，知道吗？